你不能用前脚顶，不能用前脚顶，你要练习什么？你要练习我的重心在这里，是这样子，不要变，拿重心腿，重心腿拿起来，重心腿拿起来，不能用前脚去顶着往后退。所以练八卦，你的重心腿一定要能够提得起来。这就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子动，因为他重心腿动。但一般人，我要这样子，我要这样做动作，我要往这边的话，都是要把重心移过来做。八卦不要，八卦我的重心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就这个腿不做。听得到？所以不可以转换重心，因为我的式子是这样子。当你一转换重心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式子已经变了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而且你这样推，这样的这个力量是你自己产生的。我说你拿起来空掉，是他给你的。看不到。所以他的前脚一推，你的手，你起来，你看，我这样子啊，你进，我拿后腿是这样子，好，我现在用前腿，你进，力量是不是不一样？我多了一个力量，是不是？你进来，我后腿一拿，是不是空掉了，一下子空掉了？你进来，我用这个顶，我用这个多一个。顶多一个抗力，是我自己。你看，你进，这是你进，你有点力量推我，对，你看我后腿起来是这样的，好来，我是前腿顶这样啊，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，我多了一个力量。对，当我一顶，你感觉到那个力量，马上一带，我就倒。看不到，你们一定要练习重心腿要能够拿得起来。